拿票。走。很庆幸自己在27岁的时候活成了一个混蛋。2021是相聚的时刻，我带着新专辑，开心的和你做之前的约。天津、杭州、上海、广州、北京、长沙、南京、重庆、成都，我记得每一位可爱颜料的目光，和在现场的欢笑感动。武汉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今天死都不会哭的。你们肯定要喊退票对吧 ？Don't cry， 不许哭。Don't cry， 是我说的太晚才会让你转身离开。现在的我终于明白，想要抓住你给的爱。Don't cry， 不会让你孤单，只想慢慢把你宠坏。这次不会让你离开，不会再让你受伤害，让你受伤害。伤腰了，这纯粹只是卷腹卷腹太用力了，就运锻炼身体。对啊，太久没锻炼，没瞎心血来着啊，瞎锻炼，我就瞎锻炼啊。就想搞乐队，就我以前高中就玩这些东西，然后可能再玩重一点的话，就玩到金属去了。那时候我是吉他手，我是负责吼的那个，就我能够在这个东西上面得到发泄跟心情愉悦。那你得练，我得练。这歌手唱不行，要不还遇到是吧？对。好了吗？好了。OK。下班了。这是自由的感觉。你好，你看一下下车是吧？马上到了，还有5分钟左右。今天最后一站，跟你生日是一个巧合吗？不是一个巧合，就是刚好吧。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过生日，可是就想试试看。我们20人抢一张票。希望他爆火，无敌火，火出中国。颜料永远支持你。喜欢他唱歌好听，长得帅，长得高。我们永远都在。喜欢颜州，颜州好帅。颜州我爱你。我是一个对很多人，要是对我好，就是我会有点压力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收到太多祝福，感觉不太好，感觉不太现实的感觉。而且，再说句实话，就是压力随之而来，就是更多人去关注你，所以你就可能不能做你更想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。你想做的东西可能得往后面再延缓一缓，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。比如说你想做的曲风，你想做的东西，可能大众没有办法短时间接受这个东西，所以。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差别的，反正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嘛，对吧？都是唱歌。我看到我自己，发球，精修。大家先别拍，别发出去啊，因为头发是弄好的。我穿拖鞋。是
欢这首歌 Sunday Morning。 你要玩吗？然后开个 overtrack。 谢谢你们让我遇见了你们，我希望我以后能够组一个乐队，只属于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的乐队，你们能够来听我唱歌。那天准备出发，在火车上你就说你很庆幸你做成了一个混蛋。我很庆幸我做成了一个二十七岁活成了一个混蛋。这是张世界上就是必须先成为一个混蛋。那天我看到一句话，就是你必须先得成为一个混蛋，你才知道混蛋有多么混蛋。我那天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感触。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这是一个过程啊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词用的不会这么的偏激，可能大家没有 get 到我的点。嗯，就会觉得我很负面，很负面而已。或者认为你只是调皮而已。哎，严重，自己一个人在大陆，好好照顾自己啊！先祝一声生日快乐。那你回来之前，我会好好帮你照顾这个位置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严胖子。好啦，就是非常为你开心，就是你的下巴变得很紧，然后从我一个胖子朋友变成瘦子朋友，真的是非常恭喜。好啦，生日快乐啊，兄弟 ，Love you。就是很舍不得你们，对对，舍不得演出这个，舍不得在舞台上唱歌。我平时可能都很逞强，就跟身边的人说啊，我不想唱，好累哦。就结果搞到现在，今天现在此时此刻，我发现我是有点舍不得的。当你去了1000人、1500人的场，你听到底下在跟你一起唱的时候，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。你就会想说，那如果有5000人呢？那在下一次我有10000人跟我一起唱，成就感最大的时候就是这个。我希望就是以后我要是还能唱得动啊，我看演出演唱会的时候，你能够惜家带眷的来，他可以告诉他儿子说，哎，你老爸你老妈以前听严重长大，这样我会很有成就。撇除掉什么去争一二这种事情，这对我来说都没有意思。底下人会唱你的歌，那才是最有意思啊，最爽的一件事情。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我达不到满足，其他地方我觉得我很好满足。就是每个人都在起飞，我就想降落一下。每天都起飞，有一天燃料总有一天会耗尽。或是如果你真的到了山顶了，你会发现其实山顶有很多人，然后很挤。你们老是问我感情事故这个专辑名字怎么来的，我说没有事故哪来的故事。
对吧？那我们这次巡演结束没有结束哪的开始，是吧？多少人为梦想拼命狂奔，披星戴月只为更好的生存，熬着自己的命，工作到夜深，大都市里挤着麻木的灵魂，人生不过被人生慢耗着，一两米里却剩了些，岁月教会我懂分寸，千金难买疲惫佳人，转身被你有什么好见，天外有天外有人，回首这半生不负真诚。都痛疼，发现